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呢抓到一根的臂丘，都走到一个乡村啊。大家人看到这根呢庄严的臂丘啊，啊，有佛陀带领啊。大家人都真欢喜，心生欢喜啦，都围绕来。佛陀就选择一丛真大丛的树啊，伊就坐落来树下，开始啊，就向这人讲话啦。因为伊爱面对的呢，是啊，一般的世俗人，所以佛陀开始就甲大家人讲故事哦。佛陀就讲：“啊，恁知影无？人生啊，人人迄个心拢去互伊迷去啦，执幻为有啊，甲假当作真诶啦。所以呢，因为是假，甲当作真诶，所以心会迷，那人生就会起真侪烦恼。”真侪的苦啊！伊就讲，我甲大家人讲一个故事。有一对的夫妻，真少年啦，郎才女貌。情真富有，有一天啊，伫要食饭的时，先生啊，就一直呢看伊的太太，啊，愈看愈水啊，内心就讲，这个时阵呢，若有一个酒来啉一个吼，搁较是享受啊。因太太呢，了解伊的先生的意思啦。伊就讲，我来去摕一点仔酒来。伊伫迄个做酒，迄个酒瓮啊，都掀开啦。酒真静真清。要因为是看到瓮仔底啊，一个真水的查某人。叮当一个酒红，迄个查某人嘛会叮当呢。探头呢对伊笑，查某人嘛对伊笑呢，用各种的这个动作啊，查某人的动作真美妙。伊想着，我的先生啊，要娶我的以前呢，原来就已经有装着一个这么水的查某人伫内底啊。足生气啊，就来到饭厅，就甲先生吵闹啊！你本来就有，何必都怪有我呢？先生怎么足气的啊？是安怎你安尼莫名其妙，忽然间来跟我安尼闹？到底呢？迄个酒瓮是有啥物物件？探头一看，哦，原来呢有一个啦，这么烟斗的人哦，伫遮。再来跟我闹啊！哇，两个人都开始吵啦，闹啦。伊有一个朋友是婆罗门教的总教师啊，我来啦！恁到底是咧查什么？闹什么啦？两个人呢都有因的道理伫咧啊！啊，到底呢？你是看到什么代志呢？伊就去甲伊看，探头落去。平常时讲，你一切拢听我的话，听我的教育，啊，哪有影啦？你原来车伫内底伫咧供养啊，足受气，翻头就转去了。这两个人佫继续伫咧吵啦。一位比丘行对迄个所在过，听听咧就去啦。
探头看啦。微微一笑，回到回来啦。甲这两个翁仔某啊，讲恁先莫吵，我想要请出内底的人出来甲恁讲话啦。这两个翁仔某呢，就对伊行咯吼。比丘呢，就去摕一粒石头啊。甲打破，内底哪有啥物水的查某人，哪有烟斗的查甫人？一对的翁仔某呢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呢，这就是一场的假象嘛。咱拢总是和这种占有的火，安尼呢，烧到咱的心啦。这种的真火。嫉妒、猜疑的心火啦，所以呢，烧得大家人团团转啦，这呢就是人生的颠倒啊！佛陀呢，把这个故事讲了后的时啊，都跟大家人讲，恁大家人知无？人生实在是真短暂啦。这么这短暂的人生啊，也是很繁华啦。这跟酒案中的人一样啊，大家人呢，只为着那个繁华的影像，这样呢，来在呢，精进，这呢，跟这对的夫妻一样，只为着这样的影像啊，脑顶呢，家庭、身心外界一切都是不灵，和这么真多人呢，这么真迷信啊，这拢是受这个色受想行识，安尼呢迷信了咱的心，因为外面的境界引起了咱的欲念嘛，引出了咱内心的感受，迄种。贪嗔痴慢疑，这种的心呢，这种的感受啊，就是因为外界的一切，所以使得咱的心呢，未当通平衡。那就是因为呢，咱的思想已经呢迷去啦，所以心地上迷失去啦。所以，因为安尼呢，就会采取了真多的行动啊，做了真多的业力啊，这一切拢是从一念心。咱定下伫咧讲，人间几十年啊，看看咱伫不满百年的人生啊，咱做了偌尼真多的业啊。这拢总是无去体会人间的无常短暂，所以啊，这个贪嗔痴烦恼绵延不绝啦、啊。所以伫这个六道中啊，安尼轮回不休。所以大家人啊，爱真。小心嘛、哦，你那一无小心呐、啊，可能呢，嘛是受外界呢，安尼诱引出去啦。佛陀呢，把这个法讲了后啦，大家人听了呢，哈、哦，感觉讲哦，原来人生啊，一日到暗，敢那甲厝内底的人伫咧计较啊。哦，小看呢，囡仔无听话，我会受气；先生呢无守规矩，我会受气。那做先生的听到呢，嘛是感觉有道理啊。我一日干伫外面伫努力、打拼，对人甲朋友呢，拢是遮尼真多的怀疑、无信心。当来甲厝里呢，好、哦。对太太的要求是这么高啊，对囝呢
的烦恼是这么多啊。原来啊，人生呢，就是敢那在这个短暂的人生，安尼在咧繁华。所以呢，大家人听了后，心态易改啊，不多呢。这段的故事啦，是要来启示咱的，咱家己呢，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啊，敢唔都是这个意识啊，的心在咧变化。念念我想要爱这个，念念我想要谈下，彼此之间啊，无法度通好和睦相处啊，互相呢在咧计较。这都是真正的繁华，是拢将家己的心去，所以咱即马应该呢，爱回归道当啊，时时爱守护着咱这良心。